大锁没开呀、啊？牙锁没开了，牙锁。我笑死了。哎，怎么没开呀、啊？我以前想当大明星呢，但是后来干主播了。进啥呀？嗯。笑死我了，笑死我了。亚索怎么没开？咱玩那个，咱别玩亚索啊，别玩亚索啊。咱那个五个人玩个啥呀？嗯，我怕你们太菜了，江道理。嗯，这个舞跳的很得劲呢，很得劲呢。那我们选什么？选什么？选那个选啥呢？选建模会不会啊？会吗？建模会不会？不皇子会不会？但是我能，我不会，没事儿，都行，我都行，我都行。那我可以现学。皇，快快快，选哪个？皇子会不会？快决定，那玩皇子。那皇子吧，皇子吧。不会。皇子有点菜了，皇子。会个锤子呀！皇子怎么玩呀？皇子的话带皇子我，皇子出啥呀？皇子的话出征服者吧。哎，我还有皮肤。皇子带征服者厉害啊，兄弟们！皇子带征服者配上一个皇子咋玩呀？皇子怎么玩？我告诉你怎么玩。皇子就 EQ 二连。EQ 二连啊，我就出肉就好了。就巨龙撞击 ，EQ 二连，对，巨龙，好，我明白了，兄弟们，简单，对，巨龙撞击就是这种感觉，啊，简单，嗯嗯，谢谢智勋呆妹秋秋爱的飞机，什么是秋秋？我从来不网恋，好吗？谢谢你的飞机，可以的，但是我从来不网恋。游戏开始，多的不说，看对面阵容，坏起来了，电刑流是吧？谁都喝完了。我皇子还行呢，我皇子还可以，但是克隆模式好像不行，不是很强。那万一对面选一个那种就是，那种就是手贼长的话，血岗鬼影太凶了吧？嗯，完了，感觉打不过了。我操，好凶啊！感觉打不过了，有我在还打不过，这把包赢，看好了。真的假的？你会玩皇子吗？我皇子韩服王者实力。真的假的？不相信啊！你别吹牛逼啊！有一点吹牛，有一点吹牛的成分，但是之前是韩服王者的实力，给你操作一把。皇子的话，咱就出一个，什么呢？皇子出个木刃还是什么呢？兄弟们，木刃加收集者可以，秒杀流皇子，不跟你开任何玩笑。感觉这把无了呀。无了太凶了吧？韩服王者，死亡的王，无了，无了太凶了，无了太凶了。哎，游戏开始了。不吹牛逼，我出啥呀？有什么意思，兄弟们？抽新，你出肉吧。啊？蝎法之刃还是钢铁护肩？啥都不出，出肉。你是出肉。我不知道出啥，他一开始就让我出这个钢铁护肩和切法之刃，那是辅助装，出肉。嗯，我出肉，我出啥呀？你不跟我说出啥？日炎，出日炎，好 EQ， 日炎，好闪，卧槽，我来了 ，EQ 我脸，点燃放上，先拿一个头。真以为皇子打不过你吗？什么情况？真以为皇子打不过？好，哟，皇子很强的好吧？好点燃，什么东西？死了。我操，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？三二，我来了三，哇，怎么办？巨龙撞击，操你个鸡！全军出击。我走哪条路啊？你走哪条路啊？我在打着呢，打这个什么意思？不跑了，一 q 要连。我操，找个班上一下，丢了。啊，我操！我懂了。我顶！能跑吗？好，
我溜了，我溜了啊！卖了卖了卖了，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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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操，好好重攻，卖了卖了卖了。我没蓝了。你没蓝了？啊，没蓝了。我日了狗了。嗯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好 TP。TP 可以。哦，有点意思啊，这个。有点意思啊，兄弟们。还可以吧，好好玩啊，啊，可以吧，五个英雄一样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哎，那我去中吧。对对对对对，对旗子 Q 是吧？我没蓝了。没蓝回家呀，没蓝呢，没蓝回家呀。我就200块钱啊，回家，亏了呀，感觉。好 EQ， 好减速。操你个 DJ， 叫啥？我是你哥。直接去上，没事，对面对面有个人，哎呀，草里有人，走位，走位，可以 ，A 一下 ，A 一下 ，A 一下，走位什么呀 ？EQ 二零，哎，主啥？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我操，这个人为什么我的 EQ 优先级没有他的 Q 优先级高呢？主啥呀，兄弟们，我主啥呀？好助攻，漂亮，主 Q 辅 E。主 Q 辅 E， 对，主 Q 辅 W 都可以，都行。我好想去塔下山的嘛呀！塔下啥也太秀了吧！看好我的位置。他们要主 W。主 Q 辅 W， 我升级好快啊！主 W 也行，你可以主 W， 在哪里 ？EQ 二零。哇哇哇！我们都要把下塔拆了，好强呀！好强啊、你这叫把下塔拆了，这下塔还有这么多呢。对，一半血没了下塔。我什么全助攻，兄弟们，我一个头没有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完了完了，完了出事了，完了啊 ！EQ 我脸。没事没事，兄弟们没事。你他妈的还带屏障，我操！你怎么不去死？带屏障也太秀了吧！哦、你不打，让了啊，让了，让了，让，我马上就过去啊。他们六级感觉比我们强。泰赫这英雄可以的。冲呀！冲呀！冲呀！我溜了。你看志勋也没蓝。挺费蓝啊，有点费蓝，有点费蓝。那我得出个星矢了啊，出个那个眼泪了。我应该先出护甲是吗？眼泪来了，出了个魔抗，可以的，起飞了。这 W 有啥用啊？嗯，起飞了，起飞了。你为什么要交船？谁交船了？啊？你，好恶心。嗯，这么真实吗？嗯。W 有啥用啊 ？W 有啥用 ？W 减速啊，护盾呢、啊？啊！巨龙撞击，就 EQ 二连，然后我就 W， 我就减速塔。哎，对了，是的啊、哦。啊。哦，挺会啊。玩明白了，玩明白了啊，玩明白了。哎，懂了懂了。对了哦，确实这个意思、啊。哎，我这继续带。EQ 二连。喂。漂亮。哎。巨龙撞击。对，我去把他这个下塔给他拆了。你他妈的还跳起来，跳起来想干啥？哎 ，E， 跟个鬼！哎，我觉得皇子这个地图也厉害啊，好多好多棋乱插，想怎么 EQ 怎么 EQ。这打别无敌了呀！我溜了，无敌了，走位。呀，我把我自己框起来了。A 你一下，巨龙撞击。哦，自己框起来了。这你不找个班上呀？哦，回去了。我本来是想把他框起来的，要把我自己框起来了。操你个的，杀谁？三天之内必得脚气你。行不行？这人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四杠一，收集者哇，最肥的一个点，对面。来了。谢谢迷你小俊的五福飞机，感谢迷你小俊、哎，小俊真大气、啊，谢谢小俊的飞机，好 EQ，
好，我操，我的 R 再按一下可以取消哦，这个意思啊。好 EQ， 我来了。So this is it， 我都不消的。哎，这个人，你是日本人吗？跑了，他跑了。啊。哎，我是你爸爸。你是不是日本人？我是你爸爸。讲话这么阴阳怪气的。亚美爹。可以啊，平时日本片子没少看吧你？啊，那不跟你学的吗？怎么叫跟我学的？也太虚了吧。问题不到，走跑。哎，可以吧兄弟们，这一波打的找个班上也要，对吧，我杀人了，找个班上喽，找班上喽，查眼喽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你敢过来我赌你的裆里没有子弹。日炎，我赌你的裆里。我来了，看好我的位置。出日炎了，我下一个装备出什么呀？好溜了，真的，我下一个装备出什么呀？你出那个日炎。嗯，我日炎出了一件。那你下一件出那个大冰星。啥？大冰星。哦。哎，我这眼没插进去。眼也插到外面了，我画个圈把自己藏起来，然后眼又插到外面，太难了，这个游戏真的。蓝没了。蓝盾选手，真的很装的这个。这人很装啊！我发现你很装备啊！我发现你很装备啊！我发现你很装备啊！我发现你很装，我发现你很装备啊！你啊，他怎么可以跳出来啊？我操，这个没杀死吗？好 EQ， 怎么说有大吗？没有，我的大把他圈起来，但是他走了。好 EQ， 漂亮。鞋的话买个什么鞋？ 来个来咱们走一块儿。漂亮，漂亮。哦 nice， 可以、啊、好凶啊，我们好凶、啊、猛男阵容。黄仔可以吧，屌不屌？我们感谢这样的队伍里面有三个妹子。妹子又不讲不了话。妹子永远都不知道你的敌人是什么样子的。妹子讲不了话，这两个是男的啊，不是妹子。真的。男的起这么一个名啊？那太多了，讲道理。恶心人有一手。EQ 二零。可以的。啊，好多选手，好多选手，我巨龙撞击。好了，操你的哥！哎哎哎哎哎！叫你妈呢？叫没事没事没事，叫什么叫你？大半夜的！你个闭嘴吧！你不会说话别说话。我要说什么？蓝盾是吧？蓝盾，哎，怎么搜不到呀？蓝盾，不小心来一个，CD 鞋。我出啥呀，兄弟们？冰心。哎，我出啥呀？嗯，出啥呀，兄弟们，你们快教一下我。问题不大。蓝盾。嗯。哦，蓝盾，哦，蓝盾啊，哦，蓝盾，血手，哦，我搜了个蓝盾，血手，血手也找不到啊，血手是啥？要是能出破军就行了，破军是什么？应该是我找不到，血手叫什么呀？血手的学名叫什么？你很装备啊。大帽斯克拉克的挑战护手。什么意思到底啊？是这个吗？个水鬼也给你个 EQ 二连，你不讲武德。是这个吗，兄弟们？我来了。是这个吗？快点，快告诉我。好 EQ， 漂亮。哎，算了，我出蓝盾吧，我真的是服了，好难找啊。巨龙，我操，这么帅。蓝盾，哦，就是这个是吧？啊，那我就出这个。来，你们先别打嘛，等我一起来嘛。怎么就打这么凶了？直接推倒！冲呀！哦，我出了个血手。漂亮！哎，不是，这就拆塔了啊！拆什么塔？这游戏不应该拆塔的，这游戏不拆塔。打这个游戏拆什么塔？回家一下。嗯。我来了。你这什么意思到底？啊！正想放你一马，开始。来吧。出来送。回家一下。嗯，我现在也很凶。
收集者，收集者出了出啥呀？干啥？干啥？干啥？啊，干啥？魔切吧，应该很屌。哇，这个皇子好，好秀啊！可以吧？好秀啊！可以吧？好秀啊！这个皇子，哎呦我的妈！好 EQ， 皇子很强吧？我操，可以，屌屌！快来快来！杀那个背后这个，杀那个背后。好 EQ。卧槽，这么屌！杀杀！可以 ，nice nice nice nice！ 巨龙撞击，一刀斩！哇，太牛了吧！这皇子也太牛了吧！我操你个的哥 ，DJ， 推怎么躺、啊？别推，来！太牛了！没有赢过是不是？讲道理，不讲武德。太牛了！太牛了！啊，太牛了，可以吧，屌不屌，太牛了，真好玩，哎，真好玩，好不好玩，哎，真好玩，这皇子好玩，好玩吧，哎，好玩，他勾我、嗯、他勾我，哎我操，啊怎么办，哎呀，可以啊，不好玩了，不好玩了，我被杀的当了，不好玩了，不好玩啊，没事，我来了，1550块钱，我现在几个头啊，我现在有六个头啊，还可以啊，兄弟们，伤害还可以。我三个头，对吧？嗯，三个头还不错吧？可以的，你有点屌。我觉得你游戏天赋还可以的，有没有考虑打职业？啊？其实之前我本来是要去打职业的，但是为了我的粉丝，知道吗？我就没有去。这么好吗？为美，对啊，为我决定守护他，为粉丝谋福利的主播关注了。讲道理，对，我就为了天天能在家穿着黑丝让他们看，我好，我就拒绝了打职业的。有这么好的主播吗？我要关注你了。对啊，哎、真的不错，都是爱，对你们都是爱，你知道吗？都是爱，都是浓浓的爱。太好了 ，love。斗鱼居然有这么好的主播，你们还不关注？对，你们要珍惜我，知道吗？我溜了。对对对，是的。回家一下。太棒了，还能打龙啊！我笑死了 ，EQ 二零，我想可以出、嗯，我想可以出去血手了。嗯，哎，皇子好厉害啊！这后就成为我的其中之一英雄了。我觉得皇子好猛，是个狠人。是这个克隆模式猛，还是说他本来就猛？哎，这个是谁有？这个英雄本来就不在你的手上，他变得很猛。其实这个英雄很菜，好吧？是吗？对的。你好会说话，你好会啊！还行吗？夸我了？没夸你。搞得人家都不好意思。只是实话而已，并不是夸。我这个人最不会说话了，怎么会夸人呢？我在哪儿呢？你妈买菜地上下抽，卧槽卧槽！我长得帅也不用这么玩吧？我都看不见我在哪儿了。还是出肉的，卧槽，天崩地裂，巨龙撞击，卧槽，好 EQ。嗯，我看不见我不知道我在哪儿，兄弟们，所有的皇子变成了一坨，投降了，你妹的，我找不到我在哪儿，这么有意思。哎呀，啊，对面。